我看到河的那一边，我怕我们越走越远，你知道吗？就走这儿吧，离河近一点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离河边近的那个走吧。嗯。你等一下，我探个路。来吧，这边。有河吗？这边有一条路，虽然有点窄，但是靠近河。走吧，走吧。这边可以走，这边可以走，这。来吧，这条路可以走的。先打掉，不然我们经过都是雪。我们后面走的注意一下，因为现在这里很多树，很多枝，小心不要滑到手，滑到脸。好的。也不要被绊到了。好的，收到。啊，怎么那么远啊？这个真的比沙漠累多了，不能坐，哎，一直得站着。我觉得雨林本来是来享福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让我们看看风景。啊，我想咪咪了。咪咪你好幸福哦。咪咪真好，羡慕。加油啊！来，大步往前走，冲！在这儿吃午饭。来来，我们到平的地方去。我要坐在那个木头那边去。我要去找个石头。天气一冷就不是很想吃东西。对，就懒了。已经开始吃东西了，你们。对啊，我们要赶路了，一会儿可能都没有时间停下来吃东西。我要减肥，我要减肥。尝一下，硌牙，硬吧？对。你看它这个肉脯。哎，这猪肉脯是脆的，嘿，跟锅巴一样。懂吃啊！我要猪肉脯。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？再来一次，扫你来啊！然后逼个没有团魂。所有九个人冷漠地看着他，怪谁？还没团圆吗？你过来！啊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过来，过来。你过来，过来。别拍了，我哭完了。老师，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走了多久。如果你们加快速度的话，预计三个小时到。还有三个小时啊，那么远，所以真的要走快点了，要不然到时候走夜路就比这个更糟糕了。还有多久天黑啊？4点钟天黑。同志们，我们要快点走了，出发 ，Let's go。朱老师，我们走独木桥吗？前面走桥，前面走桥，前面走桥。这不就是个木头吗？哪是什么独木桥啊？有掉下去的风险，而且很大的。要过这个独木桥啊？那谁愿意做第一个？哇，老师，这次我是前锋。我来，我来。老师，老师，那走吧，美琪吧，好吧。走走走，我去试一下啊。美琪不要哭哦，小心哦。嘿，嘿，嘿，我去看看这个桥。我要明确告诉你是有风险的。好。你要自己知道，一旦你没有走好，你就下去了。好。你的脚会湿。脚会湿。我试一下，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。我来看看。老师说有风险，我要掉下去，你们要救我。掉下去我就拜拜。希望你掉下来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过了。美琪掉下来啊！如
如果掉进去太难受了，一直湿的，一定会感冒的。对啊，很冷的。你先看我啊。好。哇，这么细啊。对啊。老师，等一下，给我找一找。妈呀！我要锄地，对不对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看起来也不太简单。是不是要半蹲呀，老师？我们都不敢站起来了，等一下，啊，老天保佑啊，千万不要让我掉下去。啊，妈妈呀，你可以慢慢走，不要太紧张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先扎稳了再动。OK， 加油！老师，啊，太吓人了，这样，OK 吗？可以可以，这里会容易很多。好，这要杵着吗？这个位相对较深，水流会推你的登山杖的。对对。OK， 加油，马上就到终点了。可以。啊！漂亮。从这儿走。哇！翻过来了！一定要小心啊！一定。这个水流很快。水流好急啊！三个点啊！记住三个点。好。Just you know who I am.